今日好物分享，便携式的熨烫机，解决我们出门在外的烦恼，衣服皱皱的也不怕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衣柜熨烫机，先给它通上电源，然后打开它的水箱，拿出里面的水瓶，给衣服喷一下水，然后打开电源开关，就可以开始熨衣服了。来看一下，噔噔噔，衣服皱皱的也变得平平的了，非常的方便，便携使用。